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两个外表看上去很酷的，但是其实内心都是非常害羞、非常腼腆小朋友。We're very introverted， 就是非常就是这种的。你抓头吗？我抓。要看我。那我抓你抓这里。一定要看我。要看我。那有点娇羞。害羞。就是从来没有就是拿着麦撕着对方的衣服，然后还要低头盯着对方的眼神，然后还要非常宣泄的把那个歌词唱出来，就是此生未有过的体验。 OK， 我们是一个很害羞的一个组。 Why？ 我今天感受到你原来是哪里的人？忘了，江西。江西。你说我的hometown，江西。Where's 江西？你是黑龙江吗 ？Yeah。江西。江西。江西在南方，黑龙江在北方。就是我跟欣姐，我们两个人都很害羞，所以没关系，我就先主动一下，因为如果我们两个一直害羞，那我们没办法讲话。你去厕所了吗？你为什么没有叫我？那我去厕所，你把我练一下，我单练。有一次我上厕所没有叫他，然后我就说好吧。每一次我上厕所的时候，我都会想你要不要去上厕所，上个厕所吧，然后我们回来好好弄一下这里的事情。哦，厕所我很喜欢，我非常好。你们也想上厕所？好，就问我们一起去厕所吧。好啊，好啊，我到去厕所。去没厕所？Let's go。可能这就是认识一个人的过程吧。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希望去认识他是谁，然后支持他的想法，得到他越来越多的回应，一起吃饭，学了，一起工作。And I can help you, so you do like, wow.一起笑。My knee.我是 Amber 刘依云，我才是 Amber 刘依云。我读不下去，那你说的。这是谁过来 ？This called nothing。我们在说对方的名字，你听一下像不像 ？Hello， 我是 Amber 刘依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学星。一点都不像。晚安，我甚至不知道你在 camera 吗？晚安，拜拜。然后一起把一些很可爱的想法实现出来。You guys look like twins。越来越把对方装到自己的心里，因为我们人很少，所以我们只有彼此。重要。谢谢。我们这个从头就是个挚友队。
我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个 Amber and 谢欣的舞台，我觉得我们可以，希望我们可以进前三。我觉得我们可能真的是两个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互相击掌，把拳头合并在一起的 partner。吹那是我的发梢，我会从头从你遍地骄傲。答应来生活的玩笑，玩笑弄皱我的美貌，我会从头整理生活线条。什么阻碍你听谁的判断，我有我答案，我要我勇敢自己才是 the end。 大海倒在我的怀抱，梦想在我奔跑，如天山的黑发在闪耀。星辰点燃我的外套，世界持续燃烧，而不加的咆哮，狂风折断我的羽毛，就让世界暂停等我宣告。当天雨如荆棘围绕，荆棘缠住我的发梢，色彩打破喧闹，开始舞蹈。什么图案听谁的判断，我有我的案，我要我勇敢自己才是彼岸。大海倒在我的怀抱，梦想在我奔跑，有天山的黑发在等候，星辰点燃我的外套，世界持续燃烧，已经不在我们的表演维度里了，这已经他们是完成了两个人撑一个舞台。